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就是没有交往的理由，连喜欢的都没有吗？有喜欢的人。王大陆上节目公开自己有喜欢的人，不止小 S 叹气，想必一票大陆妹们都心碎了。我觉得我真的有问他说，哎，王大陆，你人生有没有比较觉得最现阶段很悲伤的事情？他说有啊，我喜欢的女生不让我牵她的手，她真的到现在为止应该在追的还蛮辛苦。而这个导演口中追很久的女生，很有可能就是同公司新人刘亦儿。尽管王大陆忙着电影宣传，却三天两头就拨空和刘亦儿吃饭看电影，虽然牵不到手，但不时扶着女生的腰和背。三号晚间还被拍到两人搭乘友人的车回到王家，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。王大陆最后一个人出面面对媒体，虽然不发一语，但看得出来对女方相当保护。现实生活俨然也是徐太宇。王大陆和刘亦儿因为电影《排球甜心》认识，当时好友柯震东也有尬一脚。我们一起长大，对，所以其实就没有什么再次合作，更熟悉，就一起来了，开心。当时三人一起拍片，一度传出刘亦儿和柯震东打球传出暧昧，不过随着电影喊咖，恋情也喊咖，但刘亦儿却和王大陆似乎累积起了情感。经纪公司表示，王大陆现在还是单身，如果未来有机会进一步发展，公司也不会干涉，也会献上祝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